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课注》第242面，242面倒数第七行啊，倒数第七行，从第三句看起。神士虽未能直从古凡家去证，但今若细究存世之无疑，可推知当年凡家至少有三种，故知神士之说可信。这是说神善灯居士他的说法，虽然没有见到传到中国来的梵文原本翻译，是根据梵文本所翻的，但是从现存的五种翻译本来看啊，你细心去研究去观察，因为它里面最明显的差别48愿，这个不可能犯错的啊。为什么会出现24愿、48愿、36愿？这个差别太大了，是决定不可能犯错的啊。那么48愿有这三种，那至少梵文的原本三种不同的本子啊，无量寿经梵文本有36愿的，有24愿的，有48愿的，至少有这三种。那么还有7种一本失传了，没见到。如果见到，是不是还有别的这种说法，就很难讲了啊。所以后人根据这个说法，说很合乎逻辑啊，就加个3种以上啊，加个以上，这就说明这个经是释迦牟尼佛在世多次宣讲。是至于他是有认为无疑只是同本意啊，有人认为这样的啊。这5种翻译本梵文本是相同的，翻译的人啊，他的爱好不一样啊，所以这种种不同呢，都是翻译人自己的意思啊，有这样的差别。这个说法啊，这个说法实未能服人，没有办法叫人家相信啊，心服口服，这个做不到啊。沈居士的说法一般人能服，例如本经小本有2种不同的版本啊，一本2种不同的，鸠摩罗什大师的一本，玄奘大师一本，这2个不同的本，但是同一个梵文本啊。罗什大师因情人，罗什大师在中国的时候，他居住的地方秦国啊，所以叫他做秦人啊，就是中国人
现在讲中国人啊，中国人喜欢简单，不喜欢繁琐，越简单越好，最好的言语也是简要详明，简单扼要还详细还明白，最好的语言文字也如是，文字也是要求简要详明啊，能够删掉尽量删掉，叫废话啊，最好的语言最好的文字标准就这四个字啊，要简单，要扼要，还要详细，还要明了啊，这是中国自古以来要求的，现在人不讲究了啊，古人非常讲究，为什么人要读书？读书明理啊，言辞简要详明因为中国人喜欢简单，所以把十方佛只说了六方啊，东南西北上下啊，省略了十方呢，加上四维，四方四维上下，他把四维省掉了啊，可以，这个讲得通啊，说此诚译者翻译的人呢，应机之妙啊，文简应机，而经义不胜啊，六方就是十方啊，这个意思大家晓得，是实为一者之易落山丘啊，这个能看出翻译的人啊，他的爱好，他的山丘方便。至于本经，注意就是五种译本的差别，大异于世，跟上面这个原则不一样啊！啊，它差别太大了。四十八愿怎么能说成二十四愿？怎么能说成三十六愿？啊，这是决定不可以的。不但详六不同，且义理深广也异。啊，所以这个决定不是翻译人的意落不同啊，确确实实是原本不一样啊，每个人根据的梵文本不相同，所以翻出来才有这么大的差别啊。例如弥陀大愿，乃净宗之缘起，与本经之纲宗，而甚念毕生之愿，正是弥陀大愿之精髓啊。那么这个愿见于魏唐两种译本，而汉译跟吴译的两本呢，原文里头没有，这个不可以啊！这是经宗最重要的话了，怎么可以省略？啊，这就说明决定是翻译的人所用的梵文译本不一样，这就证明世尊多次宣讲，若为魏唐两译之四十八愿与汉吴两译的二十四愿，只是一笔开合不同，这实难自圆其说，它意思差太多了啊！只有一个能讲得通的，世尊当年说的场所不一样，
听众不一样啊，世尊随缘宣说，这才能讲得通啊。我们在外面讲演也是一样的，依一个讲题，依一个大纲，有时候看到听众临时增减啊，跟前后讲的不一样，这常常有啊。啊，你看到听众啊，程度不一样啊，啊，所以深浅不一样。啊，这是我们都要深深去思维的。所以世间呢，也有如此大胆的翻译的人，敢率自意，妄善大愿之心髓。啊，生念不生的一句话太重要了。啊，怎么可以把它删掉？故知彼时所具之语言范本不同，方有此意。啊，真能讲得通啊。必定是他所依据的原本不一样啊，才有这么大的差别。又如无疑，二十四愿中有过五女人与莲花化身，这两个非常重要，而魏本、唐本两本一本呢，都是四十八愿，四十八愿没有这个文字。那四十八愿详细，为什么这两桩没有呢？这是两个重要的愿呢，过五女人愿、莲花化身愿。啊，为什么过五女人？这大概是阿弥陀佛在考察一切诸佛刹土的时候，看到佛国度的有男有女，造成很多纠纷，所以他干脆我这个国家没女人，来的时候女人都转成男生，大家都平等啊，就不会有这些纠纷了。那这都是阿弥陀佛很聪明的他的选择。啊，是若为原本是一，注意只是开合不同，请问无疑此二愿从何而来？何以二十四愿有至四十八愿里头竟然没有？啊，这是个讲不通的一桩事情。可见注意所具原家不同不一啊，梵文经典是用两块板夹住的，用绳子绑起来啊，所以就原家，我们讲原书啊，这原书不一样。正如神山登师所说啊，神山登居士他讲得好，本经蒙世尊多度宣说，就是多次宣讲，不是讲一次，讲了好几次。又因呢梵家意脱落，乃由不同之原本。这是神居士所说的，说得非常有道理。从上之力，可见汇集注本注疑呢，就实有必要啊，汇集重要啊。啊，便利学习啊，佛在无量寿经要听释迦牟尼佛多次宣讲，每一次所讲的都得要去听。为什么？它里头有不同的意思啊，你不完全听就不能多了解，
了解越多越好，越透彻越好。为什么呢？信心才坚定。啊，这个法门我们现在总而言之搞清楚搞明白了，是释迦牟尼佛度众生第一法门。啊，也就是一切法门度不了的那种众生，这个法门都能度。啊，上至等觉菩萨，下至无间地狱，你没有缘分遇到，那就没法子，叫没福。遇到之后，你相信真感，没有一个不往生，没有一个不成佛。所以真正是第一法门啊，法华华严都比不上啊。啊，真正在佛教里遇到第一经呢，啊，我们又遇到夏莲居给我们做这么好的回向本，这个福报多大啊！我们的上一代看到夏莲老这个本子很少啊，因为他印的量很少，中国地方这么大啊，新中国成立之后本子流通更困难了啊，流通到台湾就五六本而已啊。啊，绿行法师送了三本给李老师啊，我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他看到经本前面有一篇长序，是他老师写的，没关系啊，没关系，是他的老师黄念祖老居士，是没关系的外甥啊，黄念老的母亲是没关系的妹妹啊，那没关系老居士跟夏莲居是老朋友，老同参，也是老同事，他们交情很深啊，汇集的时候汇集第六品梅老参加了，还有慧明老和尚，所以第六品是三个人在一起汇集的，花了三个月的时间啊，三个人三个月的时间啊，完成第六品，这是无量寿经最重要的一品，就是四十八愿啊，本经采取二十四章四十八目会通起来了啊，文字二十四章，里面的内容四十八愿，汇集的好啊！啊，我们跟这些大德都有直接的缘分，啊，有师承的缘分，梅老。夏老我们没见到啊，那是我们祖父辈的啊，可是黄老李老啊，这是我们前一代我们的老师啊，我们的距离都很近，这个本子李老师看到之后
特别看到了一篇序文，非常感动啊，所以台在台中啊就印了两次。啊，两次数量不会多，在那个时代大概数量都是印1000本。啊，所以就流通量就不多。啊，我得到李老师的梅注本，这个本子他送给我。我当时读了之后非常欢喜，就想讲。啊，刚好那一年韩馆长50岁，我说给你50岁祝寿，啊，讲无量寿经。啊，他就发心印了3000本。啊，我带着经本到台中见老师，给老师报告，老师说不行，这个经有争议。啊，很多人有怀疑，你年岁太轻，啊，你的分量不够，如果这些老和尚都来批评，你怎么办？啊，我想想是不妥的。啊，告诉我，收起来。等待语言成熟。啊，老师往生了，我在美国。啊，这个本经本呢，就在我书包里头。我一想呢，这语言成熟了。啊，这个老师的梅注本，没人见过。啊，原本在我这里，没有这个翻译的本子。啊，所以我就将老师的梅注本子印了1万本，回向给老师，祝他上品上生。啊，国外的同学看到李老师梅注本子，没有一个不欢喜，来找我，希望我把这个经讲一遍。所以我们第一遍讲是在加拿大，是在美国的圣何西。啊，从国外讲起，也俘获了夏莲居老居士的预言。夏老往生的时候，告诉身边的陪他的人，告诉他们。就是将来他的汇集本是从海外传到中国。啊，这个话是黄念老告诉我的，黄念老也在场。他说当时他们听到都莫名其妙，怎么可能从外国传到中国？哪有这种道理？啊，这现在才真正明白了。真是从国外传到中国啊，可见的夏老说的话没错啊，啊，他知道啊，啊，这么多人，这么多年反对回籍本啊，所以黄念老对于这段事情说得很详细。应不应该汇集？应该。你要说不应该汇集，汇集是决定不许可的，那佛教也不错。为什么呢？所有寺庙都得关门，你们做的金忏佛事本子通通汇集，汇集不许可，那就金忏不能做了，连早晚扩诵本都是汇集的。那你去看看，全部都是汇集的。那如果不能汇集，
早晚扣诵本不能要。啊，你要诵经就诵一部无量寿经或者是一部弥陀经，啊，其他经咒都不可以念，那会集的吗？哪有这个道理啊？极乐世界是会集的，是阿弥陀佛会集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真善美慧，它是会集的。啊，谁开会集的头啊？阿弥陀佛开头的。啊，所以极乐世界是所有一切诸佛刹土里头第一殊胜。啊，为什么？别人好处都在里头。啊，不好地方统统不要了。会集就是这个意思。五种原译本里面最好的东西统统揭露出来。啊，重复的部分、难读的部分、翻译的不好的部分，统统没有。所以，会译本比原译本殊胜，道理在此地啊！啊，极乐世界比其他一切诸佛超胜，也在此地，会集成功的啊！啊，我最近十几年来跟世界上许多宗教交流，我读他们的经典，我揭露他们的经文，变成一本书《世界宗教是一家》，这是全世界宗教经本里的汇集本。没人反对啊。啊，我送给每个宗教，大家都欢喜啊。啊，那么由此可知，反对汇集本可能是别有用心。啊，那就不谈了。啊，不是真的反对汇集，借着反对汇集的这一桩事情别有意图。我们再看底下一段，从上之力，可见呢，汇集注意甚有必要啊！而且汇集不是下联句开始，什么人开始呢？汇集无量寿经，宋朝王龙书开头。啊，这位王老居士是一位学者，书城人。那跟我也算同乡，书城距离我们的老家华里50里，现在25公里，很近的地方。王龙书居士的老家啊，他会记得，但是很遗憾，以他的身份地位啊，在宋朝那个时候，这5种原译本他都没有完全看到，他只看到4种。大宝积经里面如来会他没看到，所以虽然是会集，是4种会集，不是5种会集。啊，大宝积如来会里面还有一些非常重要好的经文，那个4种本子里都没有。这就遗憾，他的汇集本少了这份资料啊，但是已经很难得了。他的汇集本出来之后，风行一时啊，人家
读《无量寿经》，引用《无量寿经》，多用他的本子。那么他这个本子，龙藏收入了，日本大正藏收入了，能够入藏，就称为善本。那等于说是佛门祖师大德们审定没有问题。啊，虽然欠缺大宝级的无量寿会啊，缺少这一本，但是那个四本依然可取啊，还算是善本，大家欢喜读诵。所以从宋到今，王龙书是宋朝人，彭二龄是乾隆时候的人，魏默生是咸丰年间人，啊，这就很近了。啊，咸丰的皇后叫慈禧太后，啊，先师夏莲居主居士，先后均有臣教会本经也。啊，这会教之本呢、啊，自宋到现在有四种。啊，第一种《大阿弥陀经》，宋朝国学进士王龙书，龙书是他的号，他的名字叫日修，就是王日修。啊，教籍，这个用得很谦虚，啊，他来校正，重新编辑。啊，这是个会籍本。啊，第二种呢，清朝菩萨戒弟子彭继清，这会籍人全是居士，没有一个是出家人的。啊，彭继清。第三种呢，摩诃阿弥陀经，清菩萨戒弟子陈观邵阳慧远会议，啊，这会籍本，啊，湖南邵阳人，啊，慧远，啊，他的字叫陈观，啊，慧陈观，这第三种。第四种呢，是现在我们用的这个本子，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心，民国菩萨戒弟子运称夏莲居会集。啊，这个里头彭继清是教本，啊，其他三种是会集本。下面简单再介绍一下四种会教之本，以上为五种原译本，互有优劣障会。各有各的长处，各有各的缺陷，所以都不能称为完善的版本。啊，那这样啊，会籍就非常重要了。例如生念得生，这是本愿里头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啊，一向专念，这也是很重要的一句话。生念必生呢，坚定我们的信心。一向专念是指导我们方法，
啊，这两句话比什么都重要。你看汉、吴这两种译本呢，没有提到。至于吴、无痛、无烧，这是一段很长的经文。啊，我们净宗学会成立。啊，净宗学会这个名词，夏莲居老居士提出来的。啊，念老告诉我，没有正式成立。啊，在抗战战乱时期，啊，山东地区沦陷了，他们退到四川，啊，没正式成立。啊，抗战胜利之后，解放战争也没有办法成立。啊，我跟念老见面。他老人家把这个事情复托给我，他说你在海外，海外没有障碍，在海外成立。啊，我们在过去都用联社、用念佛堂、用这个名义。啊，我一想呢，念老这个构想呢非常好，现代化。啊，念佛堂联社人家都有，这是个宗教。啊，所以他把人观念转过来。修行的道场净宗学会。啊，用这个不要用寺庙庵堂。啊，那是已经过去了。好事情，我非常赞成。啊，你们天台家的天台讲堂、天台学会，让人耳目一新。啊，这个经非常正确。如果是研究，啊，这个道场专门做研究讲学，就用学院。啊，我们在澳洲，啊，大家在一起共修的有净宗学会。澳洲有六个，啊，布里斯班有一个。我们学习的呢叫净宗学院，啊，澳洲有一个净宗学院在图文堡，啊，学院是研究的，啊，就是深入经藏的。学会呢是大家在一起修行的，啊，念佛听经。啊，很理想，这个名称，啊，念老就劝我在国外，我在美国、加拿大那个时候，一共有30多个净宗学会，啊，以后在欧洲，现在在全世界，大概有100多个，不到200个，啊，都是居士们在家居士自己建立的。啊，用净宗学会这个名义呢，大概都是学习夏莲老的会集本。啊，都是听我们历年来所说的净土五经一论。啊，五经一论我通通讲过。有光碟流通，啊，他们依据这些经论老实念佛，啊，那么国内看看将来宗教政策改变，啊，如果许可的话，我觉得年老的建议值得采取，啊，这个寺院庵堂可以建立，啊，那是什么呢？作为观光旅游，要搞这个，啊，这一桩事情，我好像是在90年初吧，
第一次回国访问，赵婆老接待我，我们是同乡，虽然不认识，总是乡亲。第一次访问，他接见我，我们谈了4个半小时，请我吃晚饭。那一天是香港同修陪我进去的，我们从香港飞到北京的。我们有20多个人，婆老完全接待，开了3桌，连同他们陪同的人，我们谈得很高兴。当时我就把这些话跟婆老谈过，我说夏莲老提出的这个学院学会这个名称好，以后佛教的道场这样建立，中国所有寺院丛林统统作为观光旅游的道场，机会教育的道场，不做正式道场。为什么正式道场这出名了，几百年几千年历史，游客拦不住，你怎么能修行？修行的环境要清净，所以他心定不下来。那么道场呢，重建，模仿外国的大学城。我们在外国，一个大学就是一个城市。那用这个方法，里面分2个部分，一个部分是教学，一个部分是修行。修行的那个部分叫学会，教学的这个部分叫学院，不要多，10个就行了。10个宗派，一个宗派建一个道场。现在交通方便了，从前到处建道场是交通不方便，没有这些通信设备，网络设备没有这些东西，所以必须一个道场要有2、3个老师在那教，现在不需要了。可以用卫星，可以用网络。少数的老师就能教全国，就能教全世界。一定要用这个方法。所以我建议他，佛教大乘8个宗，小乘2个宗恢复起来。为什么？小乘是大乘的基础。只办大学不办小学，大学生从哪来？所以居士跟陈实宗唐朝时候有，现在要恢复。这个里面的教义跟南传的没有两样。经典都相同，这是大乘的基础。婆老听到是非常欢喜。就是那时候年岁太大了，国家政策这环境不许苦，非常赞成。中国佛教要复兴的话，对整个世界能产生影响，一定要走这个路子。我的老师方东梅先生就给我讲了很多次，提醒我。佛教要兴旺，决定要恢复丛林制度。丛林制度就是学校。丛林制度是中国人搞起来的。马祖建丛林，过百丈立清规，就是这2个大德。这2个大德是6祖慧能大师的徒孙。慧能是第6代，他们是第8代。在他们手上，在过去佛教修行是个人修个人的，
就像私塾一样。啊，每一个小家都独立的。啊，他们两个人就搞大的，就办大学。啊，所以说一中靠中。啊，把佛弟子统统集合在一起。啊，你想学什么就教什么。就像大学一样开课。啊，丛林的纲领之事跟现在大学是完全一样。啊，就是称呼不一样。啊，丛林主席就是方丈主持。啊，称丛林主席校长。啊，首座和尚叫无常。维诺是训导长。建院是总务长，跟现在大学完全一样。啊，只是称呼不相同。啊，首座等于说是指导教授，可以聘请很多个，啊，教华严的，教天台的，教法相的，哎，各有各的教室，想学哪个你就进入到哪一个讲堂，跟哪一个老师。啊，就是都是同学，不同科系。老师告诉我，他说这是佛教在中国做了一次大改革，是革命性的行动啊，中国佛教的特色。啊，释迦牟尼佛过去一生，他也演出来的是私人教学，没有组织。学生虽然都没组织。啊，中国人马祖百丈正式把它组织起来。啊，用大学这个形态出现。啊，他说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不走这条路佛教是散漫的。没有秩序的。啊，没有统系的。啊，那很难很难搞起来。啊，我也很同意老师的说法，语言不具足啊。啊，佛光山星云法师，我们认识很早，四十几岁，认识的时候他就邀请我，在他佛光山有个佛学院，那个时候叫东方佛教学院。啊，规模不大，请我做教务长。啊，他是院长。啊，我管他，替他管教务。我在山上四个月，也是我们想法看法不相同。啊，那么他的想法完全是依照大学这种方式来教学，我不赞成。我赞成中国古老私塾传统教学。那为什么？非常有效果。啊，我在台中跟李老师学经教，我去的时候是居士，没出家。啊，在那里住了一年三个月，十五个月。啊，十五个月之后我出家了。我这十五个月在台中，一个月学一部经，我学了十三部经，十三部经能讲，能教，所以我一出家就在佛学院做老师。啊，佛学院一个学期教一门，三年只教六门，毕业了。我还有奇门没用上。你能说从前东西不好吗？
古老东西好啊。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东方佛教学院啊，他有100多个学生，我建议他3个学生分一个小组，专攻一部经啊，那差不多就30多部经啊，他有130多个人呢 啊，十年之后，这些人都是顶尖的佛学家。他听了，好是很好啊，不像佛学院了。我说不像，真出人才啊。我们两个就这个分歧了。啊，他不赞成，我就离开了。啊，我离开之后，那时候张晓峰先生办一个文化学院，请我到那里去，哲学系里面去教佛经哲学。我在那里教了5年，那是国家承认的大学，佛光山是没有人承认的啊。所以星云法师那个时候要把我留住啊，我这一生就替他服务了。真的能培养一些人才出来啊，我相信至少有20个啊，像我一样甚至比我高出的啊，至少有20个人出来。那语言不成熟啊，他有权我没有权，我没法子决定啊，这个缘错过了。啊，第二次，这隔了20年之后，啊，我住在新加坡，李牧原居士也是个缘分，啊，他也没有能把我留住，啊，我在那里办了一个短期的实验班，一共办了6届，前面4届是我教的。后面2届，我就第6届我就没进去过了，第5届还去看了1-2次。啊，这个实验就是什么？专攻一门，啊，短期3个月毕业，3个月专学一部经，这一部经要上台能讲。啊，所以大陆有不少年轻法师参加这个学习，现在到处讲经，讲得不错。啊，那是做个实验呐！啊，我是希望这个实验成功了，大家相信了，啊，居士林应该办个佛学院，我们来培养弘法人才。啊，那就长期的，不是短期的。啊，短期小部经学10部经，实在讲1个月学一部，啊，用1年的时间。扎根，第2年的时候就深入大经了。那大经你是一生专攻一部，做专家不要做通家啊，成为世界第一流的佛学家，做得到啊，不是做不到啊。你下的功夫深呢，啊，我们是中下根新的人。不是上根人呐，能有一点成就，60年，孜孜不倦，那就是专门搞这个，很平常的事情，啊，现在晚年再做个榜样，专攻无量寿经，啊，无量寿经我这一次第13遍。啊，我们细讲很有味道啊！啊，越讲越欢喜啊！啊，这个就是什么？方东梅先生早年教给我的，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一生感恩，我天天对他礼拜。啊，要不是他，
哪有这么好的生活？这最高的享受啊，最高的享受不是地位，与地位不相干，不是财富，与财富也不相干。我一生孤家寡人一个，享受的是最高的享受。啊，老师给我的。啊，学这门东西，越学越欢喜啊，一年比一年欢喜啊。这是长生欢喜心呐，啊，这就是最高的享受。啊，所以一定要开悟，开悟就是要一门，心要定。啊，心乱了，心杂了，那就怎么开得了悟？那天天生烦恼，心专一了，什么都放下了。啊，就一门，啊，脑子里想的一门功课。中国教学、私塾教学就是一门，一门没有学好，不可以学第二门。所以从小就训练小孩心要专一，啊，就是佛家的修定呐，定能开慧。小朋友心定的，有的时候有超人的见解。要说他有智慧啊，所以中国这种教学理念跟方法经验几千年呢没有改变呢，他有道理，一改变就完了啊。民国时候人一改变变成今天这个社会啊，你元朝统治中国没有改变，元朝皇帝没有认真学习，比不上清朝。啊，清朝入关统治中国，完全继承了明朝的文化遗产，而且他真干，发扬光大。啊，清朝乾隆、雍正、康熙的盛世。在中国历史上实在讲是第一，他超过唐太宗啊，超过汉武帝，真超过啊。为什么呢？皇上真干，把儒释道的专家学者请到宫廷里面去讲学啊，皇上带着嫔妃带着文武大臣一起学习啊，形成一种风气啊，几乎形成一种制度啊。他们国家大事问谁呀？问这些老师啊，跟这些老师非常密切啊，关系非常好啊，所以能造成啊，康乾150年的盛世，真难得了。啊，真的是《礼记》上一句话了：“建国君民，建国是建立政权，君民是领导全国老百姓，教学为先，人民教好了，天下太平，什么事都没有。”啊，制度不好，人是好人，不好的制度做好事。制度再好，人不是好人，一样做坏事。这个道理啊，不能不懂啊。那么，尤其是清朝，万神殿以《无量寿经》做早晚课。当然不是那个坟，康僧开的坟。那这清朝的万神殿的时候，早晚课的时候念无量寿经，宫廷里头以这个来祝福国家。
啊，我们得到这个慧基本太难得了，这是无量寿经最完善的本子。啊，李老师虽然得到了，一生只讲了一遍，啊，外面就有限制了，就有人批评了，他就不能再讲下去了。啊，我们的语言殊胜呢，啊，我们在国外讲，国内反对的他无可奈何，台湾反对也没办法，啊，我在国外讲，国外讲胜了。啊，影响到国内了，这个就是夏莲觉老师的话了。他的本子将来从国外传到中国，国外都学了，那国内想想也应该学习了。啊，不再批评了。啊，所以我们今天的教学。我们用微信十一年了，用网络有二十年了，这个产生非常大的效果啊，在全世界啊，现在这个时候多少人在荧光幕前面一起学习啊，我们虽然不是在一起天天面对面啊，这个工具好啊，这个工具上一代没用上啊，没有普及啊。啊，在我们这一代产生效果了，啊，起了大作用了。啊，全球多少人在一起学习。啊，现在我们专门学习这一部经，一门深入。希望在这一部经里面开会。得定开会，得定是四义心不乱，开会是理义心不乱。啊，如果得定了，心定在这一步间，啊，身方便有余土。如果豁然大悟，啊，智慧开了，身十宝庄严土。啊，没有开悟，没有得定的，真正相信，真正发愿，生凡圣同居土，没有一个不往生的。这个缘都殊胜了，我们要珍惜，真正是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们遇到了，你说我们都欢喜。啊，这个世界上给我什么都没有啊，别说地球啊，啊，天上玉皇大帝要让位给我，我不干呢，我不上当啊。啊，摩西受罗天王，娑婆世界最高的地位最高的，摩西受罗天王，他让位给我，我也不干。我们也想到释迦牟尼说是王太子，他不出家他是国王，他为什么不干？那是苦思，这是落思，他自己会选择啊，那不是人生最高的享受，这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真正切入，依教奉行，身心健康，快乐无比啊。啊，谚语所谓，人逢喜事精神爽，一天到晚生活在欢喜当中，这个人长寿，这个人健康，这个人没不会有疾病。啊，说忧能使人老。有忧虑，有烦恼，人很容易老化，不健康。
啊，学佛遇到大乘，能遇到这个本子，太难得了。啊，真正是大乘第一经，不但是释迦牟尼佛的第一经，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教化众生的第一经。啊，遇到的人要知道，要懂得珍惜，这不是简单事情，不是偶然的事情。那无恶无痛无烧，无烧这一大段经文连续好几篇，我们净宗学院成立编了一个扩诵本，我们重编的啊，从前莲社念佛堂用的扩诵本是古人编的啊，早课念楞严咒十小咒，晚课念弥陀经跟八十八佛念这个啊，我们把它改了，一门深入。我们的早课念经是无量寿经第六品，就是48愿啊，提醒自己，我要跟佛同心同愿。晚课呢，就是用无恶无痛无烧，从32品到37品，六品经啊，这个六品经是无量寿经里面的戒学，叫戒定慧三学。水于戒学啊，教我们断恶修善啊，内容是无戒十善，讲得非常清楚啊，善因善果，恶因恶报啊，你通通看清明了之后，你决定不会起恶念，决定不敢做不善的事情啊，所以我们要跟经相应啊，重新编的扩诵本啊，这是净宗招募扩诵啊，诸位看了就晓得了啊，尽量摆脱祈祷这种形式，祈祷可以，不是主修的啊，那是附带的，这一定要懂得。今天佛教衰，就是宾主颠倒，把附带的变成主修，主修的疏忽了，忘掉了，啊，宗教衰了，信徒少了，没人相信了，我访问梵蒂冈。代表教皇的陶然主教，我们在一起2天谈了6个小时啊，1天3个小时，里面主要的问题就是最近这10几年来，信仰宗教的人一年比一年少，他们非常忧虑，这个情形不能改变，20年、30年之后，这世界上信仰宗教人就会慢慢没有了。啊，所以我提出建议，宗教一定要回归教学，宗教一定要做
宗教示范点，啊，我称它做圣城，啊，找一个小城市，新建一个城市都可以，啊，居民呢要找最虔诚的信徒，啊，大家住在一起，啊，把这个宗教精神文化完全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啊，这么一个小城，啊，做一个代表，啊，全世界你要看这个宗教，你到那边去看，你到那边去学习，啊，这也就是早年我跟普老谈的宗教要建教学，要建宗教城，像大学城一样，啊，一个城市。啊，佛教圣城，啊，基督教圣城，啊，伊斯兰圣城，你到那边去看，人家的宗教精神、文化都在里头，它都在日常生活当中，你看出它的好处。啊，你在这个里面学习真东西，这里头两个部门，一个部门是修行的，一个部门是研究的。宗教就可以复兴，而且信仰宗教人会越来越多。啊，所以我希望教宗啊要肯干的。啊，我们年岁都太老了，教宗跟我同年。啊，体力恐怕不如我。啊，人真正是个好人。真想做啊！啊，我们两次见面，我都是提醒他。啊，上一次他邀请我，本来不想去，想想还是要去一趟，鼓励他。啊，上一次谈过了，希望鼓励他真正能落实。啊，最理想的就是用罗马城。罗马是小城，不大，古城啊，完全保存的是文化遗产啊。这个小城里头有属于天主教的教堂400多个，所以我提出建议，这400多个教堂每一天上课。啊，一年罗马就成为天主教的圣城，啊，等于说是天主教的天堂，啊，罗马就是天堂的一个分部，啊，天堂的分部在那个地方。啊，你要想了解天主教，啊，天主教什么？你到那里去住个一个星期，住半个月，你就全知道了。啊，只有用这个方法，可以让每个佛教都兴旺起来。啊，宗教团结能够带动全世界的安定和平。大家要真干了，要努力啊！啊，在整个宇宙里面，生活学习最好的一个地方就是极乐世界。啊，那哪个世界也比不上它。啊，那么这一本《无量寿经》就是介绍极乐世界，啊，对极乐世界点点滴滴都说得很清楚、很明白。啊，你要是真看懂了，你就会真想去啊。
那我们的方向目标就转移了。我们再看下面，于是本经乃由五种缘起本，四种结会本，共有九种。啊，无量寿经中文本有九种不同的版本，啊，这要认识。无疑之中，未疑流传独广。啊，缘起本确实在中国、在日本、在韩国，提到无量寿经，大家都用这个本子。其他的四种，很多念佛人他都不知道，何况不念佛的人啊？那王本一出啊，取而代之。王本是王龙书的汇集本，他的本子出来之后，无量寿经都用他的本子，就不用康僧开的本子了。啊，不用云一本，都用他的。为什么呢？他的内容丰富。啊，其他本子里面好的东西他都有。啊，是苏超中位。莲池大师《阿弥陀经》苏超里面说：“愚者多究妄闻。”啊，是《弥陀经》苏超引用《无量寿经》的经文，你看，多半是王龙书的本子。以王本，世所通行，人悉见故。大家都读这个文字啊，提起来人都知道。清朝末年，印光法师，印光大师亦称王本为文艺详细，举世流通。由上可见，王本在我国之流通，远过魏译。这个会译本超过了康僧开的本子。那王本随身流通，啊，甚是多，并收入龙藏啊，与日本大正藏，就正式入藏了，就等于说是古时候祖师大德都肯定都承认了啊，但是王室之作有得有失啊，确实有他的长处，但是还是有缺点啊，不是一个真正完美的本子。例如苏超云：“王师所会，教之无疑，跟五种原译本去比较，简易明显，流通经世，利益甚大。”啊，这就是他赞叹。但是，其不有梵本，唯着华文，未顺译法。啊，他不是翻译的。它是从翻译本里面汇集的，若以梵本重翻而成六疑，皆无意义，那就没有人能批评啊。故彼不言疑，他自己很客气，他没有说他翻译啊，他说他做教集
二言校正，啊，拿着别的本子来对照，啊，做校正的工作，啊，不敢说晦气。又其中去取旧文也有违禁，啊，那么校定重新整理，对于经文的取舍是大学问。应该取的你漏掉了，不应该取的啊，你取出来，这就后人就批评了。啊，如三辈往生章，这个很重要的。为一本里面借约发菩提心，这康僧改本子上中下三辈都有发菩提心。那么王氏王龙树的本子只有中辈有发菩提心，下辈说不发，上辈没说，这叫高下失次。这么重要的文怎么能把它漏掉啊？上辈怎么可以漏掉啊？上辈不发不说啊，下辈说不发，人家经文里明明是发菩提，你怎么可以说他不发啊？这就是很大的差误，受人批评的啊。且文中多善根全在发菩提心，而三辈不同啊，同一发心呢、啊，正是往生要旨而凡六旨故云未尽，这就取舍没有尽，该取的漏掉了啊。莲池大师所论精要啊，正中要害，这话是莲池大师说的。莲池说得好啊，说得对啊，王氏自序中有云，其文脆杂而失同，错乱而不能成，则用其意而修其辞啊。这其文就是原本原译本有脆杂，没有秩序啊，错乱，有这些地方确实是有啊。那么龙叔用他自己的意思词句给他改正，这个改正不可以的。翻译可以用自己用字，汇集决定不许过，一定要用原来的文字，不能改它，改动一个字啊。这是什么呢？防止后人随便改进啊。王龙书改的没话说，一定改得很好，那文学好。如果到后人说这个东西我看不懂，随便改一改，而经文改到最后就不能读了，每个人都改，把它改得乱七八糟了啊，那这个罪过就重了。所以古人禁止，你看到他错了住在旁边啊，这个字应该做什么字可以提供参考，原文不能读，错了也不能读啊，只能夹住在旁边啊，这个是规矩啊。啊，这一点王龙书疏忽了啊，他改了，他不是住在旁边啊，这正是莲池大师之所知啊，说不由梵本，他不是从梵本直接翻译啊，未顺依法的生病。那问题出在这个地方，若据梵本重译，实可用本人自传之文句以表敬意啊。你是翻译那就没话说啊，你想用什么字都行啊。今乃晦气，焉能不取原语而任意行文，是乃万万不可以。
啊，这是受人责备最严重的地方。啊，这是古时候读书人很大的机会。啊，一定要原原本本的样子传给后代，一代一代传下去。啊，如果我觉得不妥当，改掉了；后人觉得这个不妥当，又改掉了。传到最后面目全非。啊，所以这桩事情，古圣先贤特别注意。啊，夏莲老居士的回忆本，这些问题没有了，决定遵守古圣先贤教诲，汇集里头所用的字，决定是五种原译本的经文，没有敢改一个字。啊，这就是这个本子超过前面三种本子的道理。至于三辈发心也然，善改未已，又复高下十次，此皆王本难言之词，此是过失。啊，那么这是龙书的本子。啊，第二，清朝乾隆，彭二林居士，二林是他的号，啊，就彭绍神。业余王本呢，亦有未谙，于所著《无量寿经起心论》中，啊，《无量寿经起心论》是彭居士著作的，啊，这不是大乘起心论，无量寿经起心论，啊，他这个里头对于王龙书的本子有批评，王氏本较为长达，文字通长，明达，尽失通行，然有可议者，这一批评可以批评。如序分中犹不设方以下，光明菩萨行愿，未令行者发起大心，积极得本，就近成佛。此乃啊，是乃此经开章要领，二王是善知。啊，这一大段文呢，他的绘本里头没有，啊，他把它删掉了。啊，这个本子里头有啊，这个是不应该删的啊，他删掉了。至于往生上下二辈，上辈他删了没说，下辈说不发，业在山区发菩提心，业缘不发，这是过失。这个没办法说的，这决定是过失。啊，胎生一劫，山区疑惑佛智，乃至圣智，这两句决定不能删的，这他删掉了。啊，前则拐成佛之真因，后则是往生之真知，这非常重要啊！啊，其他如续次愿文，这四十八愿它的次序排列也有问题。
那么这是龙书的本子，彭绍升居士的批评也很有道理。彭氏见于王本之事，龙书本子里头有过失，乃专究未已，去其繁杂，这个繁复，并按云其本，正如四十八愿先后数目，任命无量寿经是为第七本，就是无量寿经起信论。但此本只是位移的结教本，而不是注移之汇集本。那么这两个本子比较，就是彭继清的结教本跟魏本呢比较呢，比魏本好但它不是汇集的。其他四种本子里头有很多重要的经文是魏本里头没有的，当然彭二人的起信论里头也没有那么这就是版本上的问题。近代定佛宝居士，这民国初年人，佛门的大居士做无量寿经前注，这个注解我们学无量寿经的时候读过看过这个本子，所注就是彭继清的本子这习彭本之事结教，未能救王氏慧本之病，故仍不能成为善本。这问题就是无量寿经始终找不到一个好本子清朝咸丰年间，邵阳就是魏默生魏承冠居士，为注疑就王氏慧本，又为精善，乃汇集五种原意，别称一本，任名无量寿经那么这个魏默生这个本子确实五种原译本他都看到了王龙书很可惜缺少一本，只看到四本是四种汇集，魏默生五本都看到了，真的是五种原译本的汇集本所以视为五汇本之始，王氏只是四汇本所汇未及唐译。那么同治年间，同治慈禧太后执政同治是他的儿子，只有十几岁，所以世纪大权在慈禧太后手上年号就用同治太后跟皇帝同治实际上权都在他手上同治只有听话而已由汪应甫居士极从魏本，他看到魏默生这个汇集本非常喜欢曾亲戚人敬使邵阳魏居士副本云起大师之说，叫莲池大师对王龙书居士的批评便考注意把五种原译本都找到了，别为一书重新汇聚
会稽，褒菊刚中，文辞简当，乃得是世间之冠冕。啊，冠冕是帽子，也就是说无量寿经最好的本子。啊，王氏王应福去世，啊，佛不考重本，啊，就重新做校订，啊，自己再校对，然后定经名为《摩诃阿弥陀经》，啊，这是本经的第八种本子。为时发心广大，佛精于文字，啊，文学好，为救王龙书居士杜撰经文之事，啊，这古人有批评他的，说背曲无疑啊，汇成一经，力求句句有来历。真正希望做成一个善本啊，他真的是想做啊，七成善本啊，汇成一经，希望呢句句都有来历，字字都有根据啊，这成为善本，所愿极甚呢，所成也未也。啊，所以他发的心好啊，成就也很可观，其所汇集远超王本啊，这个汇集本比王龙书的本子好啊。王应福居士赞叹他为本经八种之冠，亦非过于啊，这个话说的并不过分，但所憾者就是他还是有遗憾。王氏虽愿力补王氏杜撰之过，其未全免。自举其落落大者如下，他里头还是有毛病，还是被后人找出来了。可见的汇集不容易啊！啊，叫人家没一批评，这太难了。啊，人家找他的毛病，你看魏本第二愿文，舍我成佛，各种天人，纯是化身，无有胎生。此中“无有胎生”四个字。没有，是他编出去进去的。你怎么可以加这四个字？那这就是毛病啊！你说你字字都有根据，这一句从哪来的？无中原一本里没有这一句。啊，他加了这一句，这就是麻烦了。啊，所以注意切勿，切此四字与原疑文相违。啊，魏时云，这魏本里的说，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生者，他这个地方讲无有胎生，啊，跟经文相违背呀。这后头说有胎生呢，啊，唐宋两仪同志，你看看，唐一本、宋一本都有，说有胎生，有胎生者，五种原一本三个本子有。啊，你怎么能说加个无有胎生呢？而魏时敬畏无有胎生，此时难言之词，这个过失没有法子言毕啊，太明显了。
那么第二个，无痛无烧一段，数千页，很长一段呐。为是善结尾，生时痛，老时痛，病时痛，死时痛，患难穷苦痛。盈欲火烧，这是讲痛，无痛讲痛，盈欲火烧，嗔恨火烧，贪盗火烧，邪为火烧，愚痴火烧，是为无痛无烧。畏惧是圆圆，他本来想，无一字不由来历，写没有能够贯彻初衷。上面这一段与注意中没有来历。这段文字从哪来的？是他读了那么长的文字，把它省略了，自己重编的，不是原文。是你自己编的加进去的，这个不可以。这是很大的机会。汇集怎么可以这样？这不叫汇集啊，这是自己撰文加进去的。所以这个不能原谅的。这涉及很大的过失。那第三，未是汇文为极乐之宫殿楼阁。唐玉房谷，或处虚空，或在平地，或以宝树而住。其中以宝树而住之语，这也是五种原译本里头没有。这是他加上去的。有或以虚空，或以平地，没有说或以宝树。这一句他加的。五种原译本没有这一句。第四呢，汇本中说过世以后，无量寿经一灭，唯除阿弥陀佛四字，广度群生，这一句也没有。这一句五种原译本里都没有，说由上可见，为师之本，为陌生的本子，与前后注本呢相交，互相比较，虽厚厚胜于前前，他的本子确实比前面原译本呢，比王龙书的本子都好。习任未能尽免呢，率真拐传之故。但此居实是在必究。这个过失很大，这不是小的过失。怎么挽救呢？以免后世引邪，甚至篡改经文。故须防微杜渐，绝此罪缘，并为大经早得善本。因为这个缘故，下莲居老居士再有第九次，这一次的汇集，就是下老居士为什么做汇集本，原因说出来呀。仔细去看呢，《无量寿经》真的没有一个完善的好本子，都有缺陷。魏默生本子算是不错了，还有这么多过失在里头。任意自己注的文句，把它夹在经里头。这个例子不能开，开了之后，后人想些什么都可以把它加进去，这经就搞乱了。
这个罪过就重了。啊，做注解放在后面可以，这没有问题，不能把它变成经文。啊，这说明夏莲居老居士发心呢，做第九个本子，是先思夏老居士，啊，做简单介绍，啊，为官摄入，先成诸而后乐王，啊，这都是宋明大理学家，用现在人说呢，哲学家。陈是陈浩，陈子；朱是朱熹，啊，朱子；王是王阳明。啊，那么这个都是当时宋朝理学的最有成就的大德们。啊，夏老年轻的时候学儒，啊，普壮呢入佛，40岁叫壮年。啊，这就是40以后这才入佛门，是静谧而归净土。啊，他学禅学密学教，所以夏老博观群集。啊，这个人聪明好学。啊，对于儒佛法大臣宗门教下贤教密教他都懂，深于文字，专攻旧修，教言悦民。啊，于人生1932年之岁发愿重教此经，言观经门，观是闭关，啊，在天津月食三载，啊，闭关3年，遍探五种缘起，这3年干什么事情？啊，研究五种缘起本。再细心去参看、去看三家的汇集教本，啊，王龙书的本子、彭继清的本子、魏默生的本子，是无一语不相参，无一字不胡教，谦恭谨慎，日到佛前，啊，唯恐有错误啊！这份恭敬心难得啊！天天在佛前祈祷啊，千真万确，时容梦寐呀！连晚上做梦都梦得在汇集大经啊，即其成也，始终欢喜。啊，这本子成功了，每个人看到都欢喜。啊，最初3年，他是想校订魏默生的本子。啊，魏默生是真的本子，在所有的这个云集跟汇集都是最好的，
知识里的这些果实，想把它修定。啊，这个本子呢，我们真的有。就是这个结教文。啊，是下联句。教定未陌生的这个晦气，教定以后大概是看到还是有问题，问题取舍有问题，所以自己重新呢另外做个本，就是现在用的这本。啊，这个本子里面37品，现在我们用的48品，所以他在这个经上啊，足足花了10年时间。啊，最初3年是校定的这个微本，啊，以后7年重新再写个本子。这是我们看到一段简单的记载，啊，宗教举彻，这是彻底通达。宗是禅宗，教是教下，慧明老法师，啊，这是下莲居老居士的皈依师，啊。慧明老和尚在当时是很有声望的老法师啊，大义托捧经摄照于佛前，轻微印证啊，给下莲居老居士印证这个会集文好啊，所有无量寿经真的是做出了最好的本子了。啊，新缘旧缚没机缘就没关系。啊，李炳南老居士的老师。啊，李老师的教啊，就是经教是跟梅老学的。连续播讲与电台，欲为善本啊，这就是这个本子出来的时候啊，这没关系，在电台里面播讲。慈州法师专讲此经于京卢、北京跟山东，并轻微扩盘啊，这个扩盘我们也印在这个本子上啊。我第一次在北京跟黄念老见面，他把这个扩盘给我了啊，我们印在这个本子上，这就不会失传了啊。我做这个无量寿经扩判呢，也是根据这一份资料啊。这个扩判是37品啊，我们现在是48品。北京极乐庵方丈妙禅老和尚聘请山东吕子年舍吴敬香社长来寺开讲此经2个月，其他发心弘扬专制持诵者不可胜数啊，印心流通啊，相继不缺啊。这是在当时的情形啊，所以梅老赞叹呢，于晋宗要旨穷神即位，发前人
未发之愿。啊，又说尽当明确，坐然有据，无一义不在原意之中，无一句一出本经之外，有美皆备，无地不受，虽与不为之善本，不可得也。啊，那这些话说的都是真话，实实在在啊，在这个本子里面，汇集本里面，我们再也找不出问题了，啊，过时找不到了。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